借水喝的，你先去拿。哎，没关系，去。啊，来了，去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你好，你好。请里面坐，水马上就来了，里面坐吧。坐，音乐啊，音乐，来，喝水。音乐，我来。我媳妇害怕，请你们别介意啊。来，自个用，自个用。青妞，你看，其实他们也蛮可怜的。音乐，快去拿我的针线盒。他们也是人生父母，怎么这么年纪轻轻就出来打什么仗？哦，来呀！小弟。
身子，一辈子没让男人碰。我一定为你报仇。冤冤相报，何时要心存怜悯，永留善念。咱们跟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这场战争是非打不可。娘不是要你报仇，是为了要救咱们的家园和子孙，咱们可以死，娘不能救咱们后代的子孙。每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，傀儡政客要成立什么亚洲文化协会，提倡学习日本语，要改学校的教科书，他们要帮日本人洗学生的脑。你再这么教下去，迟早要出事的。你就辞了吧。辞了？我在家里做什么？做顺民吗？我在自己的国家教授自己国人自己的文化，这都不可以吗？帝国主义要把咱们沦为次殖民地，哪还准许咱们有自己的文化呢？就是这样，我才更要传授我们传统的文化。你别这样看着我，国可亡，文化不能断的。哎，我年岁大了，我拿不动枪杆跟他们去拼命，我拼了命也不能让人把咱们的文化给断了。会惹祸的。惹祸，人家都停留到咱们国土上了，惹什么祸呀？现在国人哪一个不是大祸临头的？我怕什么怕呀？我，你不怕，我怕呀。我不是怕你怎样，反正你就是不怕死的硬骨头。可是孝夫呢，你就不怕惹祸到他头上？怕什么？马上到南方去从军去了。木兰，别让孩子们在这儿给憋死了。哎，you
木兰，见着兰。带他过来。
上去打游击。这是我从闭月，我娘手上摘下的戒指。小文长大以后，你们要告诉他，说他的父母、他的祖母死在中国最悲惨的年代。告诉他，如果他还为我们报仇，就使这个国家更强势点，不要再受人家欺负。在一起，必须打什么游击，送什么死了。我不是去送死，是我娘临终交代，我得去打仗，得守着自个儿的家园。我娘说，咱们跟日本这场仗是非拼了不可。便无处可安身了。闭月陪着我，让我走，志轩，让我走，娘，娘，娘，你快醒醒，快拦住志轩呐！啊，志轩，志轩，你们快拦着他，别让他走啊！志轩，叔叔而不孝，快，志轩，志轩，志轩。他是曾家的子孙呐，你们要留住他。娘，这是为了要留住曾家后代子孙的命，是应该让他走。不但是他，连志同也应该让他走。我的命根子，谁也不许让他去当兵送死。娘，我和木兰愿意这样做吗？他再留在沦陷区才会真的送死呢。奶奶，日本鬼子杀害了大伯母，杀害了咱们家亲人，您不怨恨他们吗？我恨，可是这和让你去拼命是两回事啊。娘，
就连从来不问世事、最慈悲好生的曼娘，她临死之前都说跟日本人的这场战争应该打了。还有谁不想跟日本人拼命的呢？与其将志通留在这里，赤手空拳的硬拼，还不如叫他去拿枪打仗，还安全些，不是吗？可是，那还是有危险。要是志通有个三长两短的话，娘，这里就安全了吗？志通，是我怀胎十月亲生的骨肉，我都可以想得开了，你也该放手了。志通如果打仗死了的话，那是为了国家，管家国家，有国才有家，有家才能保得住家人，才能保得住后代子孙。志通如果真的牺牲了，那也都是为了曾家的后代子孙，志和、淑梅、小婉儿会因为哥哥的付出活得有希望、有未来。娘，我不但只想叫志通去南方，我认为我们全家人也应该走，一起到南方去。我不走，北平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，我年岁大了，我死也不走，就是死，我也要死在自己的家乡了。咱们的家都被人给占了，不走就算能够保得住自己的家园了吗？娘，我跟水牙商量好了，您不走我们也要架着您一起走，您不怕我怕，曼娘和碧月死得那么冤枉，我不能再让曾家的任何人留在这里任人宰割屠杀。我老了，死了又怎么样呢？要走，你们走。您不走，我们能走吗？你们走，我在家照顾娘，照顾生意。你不走，锦儿走不走？锦儿不走，志和、淑梅、小五儿走不走了？锦儿和他们跟你们走。哎，一家人死也要在一起。远点的地方吧，娘。到底是自己家园重要，还是曾家的后代安危重要？您是大家长，你不在乎自己的生命，但是你得为曾家的后代考虑。走，走，走，咱们全部都得走。我不能让谁留下来，一个也不许。喂，我是牛怀宇，牛副局长。
你老姐？哦，是局长，我是小弟怀玉。哎，谢谢局长的关怀，差不多好了。因公殉职啊，那都是应该的。什么？日本人生气了？我可是卖力了。哎，我要不卖力的话，我怎么会挨黑枪呢？哎，那这样好了，我明天就销假上班了，好不好？什么？哎，我为大日本皇军是做牛做马，他们凭什么割我职啊？喂，喂，喂！去你妈了个祖宗八代！满街都是抗日分子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得意什么？看你汉奸狗腿子当得多么得意风光啊！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打你，你给我放开！两个，两个，打死我！辩护局长，哎，您好，我刚奉到命令，把这儿整位要撤走。邱组长，这不成了，这是我的安全会成问题了，这抗日分子会要我的命啊！那是你的事了，我也管不着了。那邱总，你暂时等一下，我去找局长谈谈。我看不必了，局长已经知道你暗中找人疏通，篡他的位，他没找人算账，已经算你走运了。邱组长，这样好了，我知道几个这个抗日分子，一个姓孔的，我听说他还是头头。我去抓，这局长会立下大功的。哦，能抓着。您为什么不早抓呢？我也是刚刚知道啊。你派几个人让我去抓嘛？要人手，对不起，你去找局长要去，是他开除你的，我没有命令，不能给你人手。走。弟弟，你不要再造孽了，好不好？少管！你给我死在家里面！你老子都丢官了，我得想办法。爹，你做他伤天害理的事还不够吗？我是你儿子，我不拦你还谁拦你呢？你帮我还是帮他们？你管我的死活，你还是管他们的死活？我只管谁是好人，谁是坏蛋，卖瓜贼。妈，你爹是卖瓜贼，是坏蛋，我今天就非毙了你！爹，不要，爹不要，卖瓜贼，狗腿子，你开枪杀了我！爹不敢杀你，爹不要杀哥哥。你杀了我，我现在要走出这个门，我要去通风报信，我要加入快刀，我要跟他们一起走，我要去南方参加国军，杀日本，杀日本汉奸。开枪你就开，你杀了我，正好成全你做天下第一禽兽，也成全我做天下第一不幸的人。霍总。你回来啊！你回来，国栋，你回来，国栋，国栋，我不还你。辛辛苦苦地混了一辈子，我挣来的钱财留给我自己吧。哎呀！哎呀！
开什么样花，结什么样的果，咱们牛家这是报应。就他们可怜，父亲死了，我这唯一能出面的亲姑姑都没有办法出面收拾，国栋国良，你爹是人人唾弃的汉奸，但是他再坏，究竟还是你们的爹。他不死，你们不能不孝。曾家两位叔伯不计前嫌，愿意出面替你爹收尸埋葬，这份大恩大德，你们终身无忘。起来了，人死啊，债烂，一了百了。虽然怀玉生前再不是死了，不就等于两手空空的尸骨吗？恩怨空空，以我们曾家跟牛家的关系，我们出面是应该的。我们走吧。黛玉，你也快去找你爹吧，这会儿也许还找得到呢。我要上楼去。志同，你去。算计了一生，他算计到什么？又得到了什么？立夫，你这一生想求的是什么？你呢？平安。我要我身边的人一切都好，都平安幸福。那是因为你对别人好，你总是替别人在着想，你自己呢？你真正心里在想些什么呢？人是不可能自己生活在世上，我要我身边的人一切都好，我也才有一个平安幸福的日子。我为别人，不也就是为了我自己？你呢？你还没说呢。我想大概跟你一样，人生啊就是两手空空来到这个世上，他有的呢也都是人家给的，我们能不也给别人留点什么吗？迟早也是要两手空空的走，不留下点什么，不是白活了。人是不能白活在世上，但也都不能白死。人生在世，有恩的就要报恩，有债的就要还债，都是为了不想白活。想做的要做好，该做的就要做完，该留的都要留下，这就不算是白死。哎，立夫，你不能白白的送死，你到南方去啊。莫愁依你，我不依你，你得走。都走光了，留下这块土地让日本人占吗？我不走，日本人要亡的不只是咱们的国家，是还有咱们的文化，我要留下来传咱们的文化，你懂吗？国可亡，文化不可断。
是有缓急轻重，文化亡了，国家当然不保，但是国家亡了，文化才真的没办法传下去。如果现在全中国都被占领，就算只教一天书就送命的话，我也都不反对你。但是现在华北、东北就算沦陷了，咱们的南方还有政府在，有国军在，我们的国家并没有亡。小夫还没念完书，你就让他去从军，不是先救国家才重要吗？要救国，你就得到南方去，你不能在这儿白白送死啊！算我求你吧，你不是答应要给莫愁一个安定、平安、幸福的日子过吗？在这里你能够吗？我不要什么平安幸福的日子，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。你就是爱国，爱国你就会抗日，在这里抗日，你哪能平安幸福得了？要抗日，到哪儿都不是一样有生命的危险。那就叫校夫留下来，跟着戴莹一起去做地下工作吧。你还说什么什么这次对日抗战是场持久战，是长期抗战，那么大后方就更需要人了。你在那里比在这里有用得多。咱们几次去南方，你不都舍不得吗？谁舍得离开自己的家园？可是有比自己家园更重要的东西，那还有什么舍不得的？走了，人走再远，这块地不会走，这块地会永远在，会等着人再回来的。这份平清两地锄奸团的组织名单交给您带走，我最放心了，一切麻烦您了。国栋、国亮全托付你们了。公公，公公，公公要留在这里，张母爷爷，公公还要继续做地下工作，没办法跟你们一起走。国栋、国亮，咱们有家，家没有个心，以后全靠你们争气，重振家声。你们要辨明是非，要知好歹，不求名利，不求富贵，哪怕是穷得没地方住，饿得没饭吃，只要有出息，有志气，就是替咱们牛家争强露脸，知道吗？大恩不言谢，各自珍重，后会有期。日后咱们还是在这老北平家里见。笑忧伤，看过了多少爱恨痴狂，总想把所有时光心中留藏，如今岁月写下最后一页，写下最后一页。回来的，我们到南方去，不是要离开这个家，是要去保住这个家。
这是我们的家园，是我们曾家多少人多少岁月才维持住的家，我们不会失去，也不能失去。我们以后的后代子孙全部都要在这里长大，在这里生生不息，一代传一代。万丈。